君子照你好，咁咧就今日最大嘅新聞啦，咁又琴晚啦，就係呢、即係北京推呢個國安法啦，港版國安法。咁其實都想同你傾下，即係分析下，究竟呢個國安法咧會令到我哋嘅經濟同埋我哋嘅即係由個政治點樣令到經濟影響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傾下？我諗整體嘅國安法令到香港人同埋外邊嘅投資者，或者甚至一啲叫機構性嘅投資者咧，會少咗信心對香港咯。因為問題就話一個國安法當中係一個以一個所講嘅言論上特別要小心啦嚇。咁因為香港金融中心會有好多外邊嘅外國人喺處啦。咁佢話講緊外部勢力嘅，咁或者講緊係分裂香港嘅，或者係咁嘅東西嘅。咁你好容易踩界，咁踩界當中就驚個懲罰好高咯，咁變相你睇到個市場上好大反應，就係個股票市場同埋個美電都轉弱得好明顯。咁而家嘅情況就係話咧，仲未去到大量資金流走，但係啲人都將手上啲港元換咗啲美金，琴日睇到美匯好弱啦，港匯好弱啦。咁另外就股票市場跌上千幾點咯，過千點，呢啲係近來都少見嘅，即係除咗疫情之外，同埋係冇反彈，差唔多冇反彈成個市。咁即係話啲人都寧願揸錢就好過揸資產。咁我諗呢個週末就嗰個樓就唔會好噶啦，睇下有冇劈價樓走出嚟啊，或甚至個成交量好低。咁整體而言就會因為信心低咗，驚個政治環境係惡化咗。啲人好擔心一樣，因為喺個西方社會，我哋接近西方社會，咁依個情況，佢哋有機會就係話可能連一專才都會嚟香港，選擇移民多咗。咁你整體金融中心係建設於一個外邊啲人點睇你，同埋你有冇個金融基建，同埋有冇人才，同埋佢對你嘅制度同埋法治有冇信心？但係依啲擺落幹飯香港咧，似乎就係要令香港就變咗個靜如深海嘅地方，唔好講咁多嘢，咁啊一切如常。你嗰個結識啲外部啲人咧，就小心啲咁樣，好多嘢噶。咁其實依個就影響個整體嗰個環境，而佢哋覺得係不穩定同埋派不明朗咧。咁我覺得最終咧就會令到香港個經濟付上好龐大代價啦，例如走私啦，人才流失啦，最後冇咗金融中心啦，香港嚟講就俾人認為香港已經冇個特色，同內地城市一樣啦。咁將來我哋啲資金出一入都好麻煩，因為當你深圳，咁深圳啲資金點出一入啫，都係諗住俾人睇住曬㗎啦。咁呢個情況就會引發好多後遺症咯。咁對香港嚟講，一定就未必一件好事啦，因為睇到今日個股票市場反應咧，其實錢係最誠實嘅啦，講俾聽就話呢件事可能好大件事。咁其實誒頭先都講啦，今日個股市真係好大反應啦。咁其中我哋見到係地產股係更加重災區，咁佢講下即係四個咩？重災區地產股係係。咁係咪即係其實大家好冇信心之下，其實樓我更加唔會諗住去投資，唔會去買嘅喎。咁誒令到地產股亦都係即係因為好本土啦，即係好本港影響啦。當然係啦，好多時候個大型嘅事件咧，即係負面嘅咧，會令到個經濟你覺得會轉差，同埋會衝擊嗰個信心咧，會通常會影響個樓市嘅表現。嗱，咁你當然睇到地產股個表現好差啦，你四大地產商嗰啲地產股跌好緊要啦。咁依個其實都係預期嘅，因為點解依啲預期咧？因為根本就係會資產價格會受壓。因為當你依啲咁嘅國安法擺喺香港的時候，一旦啲人冇信心咧，反而令啲錢走咧，咁你地產點升啫？好，所以變咗你睇到一樣嘢就係咧，個股票市場因為流通性高咧，所以睇到即時啲好多人訂股票攞套現，咁樓市都會有呢個可能性，就話咧，你睇到股價係變成咁跌咁快，其實啲人睇樓市嗰個表現咧，未來中短期咧，佢會受到國安法嘅影響好大嘅。咁可能樓價會有比較大嘅調整啦。咁大嘅調整當中會令到成個市況會轉差。點解？香港已經係個嚴重衰退啦。咁你如果你個股票大跌，再你個樓市大跌，個經濟點捱啫？咁即係話第二、第三季都經濟好差好緊要啦。咁你喺個情況下就會引發到一啲人啲信心會對香港經濟能唔能頂得順咧？咁你個聯繫匯率點頂咧？即係會一層一層嘅壓落去咧，就變成一個所講嘅惡性循環。咁我依個擔心就話咧，就係可能今年
個經濟會越嚟差，因為國安法會衝擊個資產價格，甚至令到有走資，尤其是樓市一旦出現好大嘅調整咧，對經濟信心係影響好大嘅。你覺得係會嘅，因為譬如我哋見過疫情咧，所有嘢都冧，但係樓市係冇冧，甚至升嘅。係，即係依個情況喺今次套用喺國安法，你覺得會唔會都係咁？即係所有嘢都冧，樓市係唔會冧？唔會啦，今次依個牽涉到係一啲市民唔會諗到咁發生咁早發生嘅嘢。嗱，疫情你發生咧就只係會過去，冇你避唔到，你避唔到過都要捱嗰下。但係依個震盪係集中香港。咁你集中香港，有啲人係如果你有樓嘅，咪沽咗去第二地方買啦，甚至移民啦，係咪啊？咁嗰邊情況你睇到就話，當你啲人失咗信心，對香港嘅中長經濟失信心咧，或者係唔想留低咧，就會變咗真係有好多樓掟出嚟啦，會劈價啦，因為而家仲係高位啊嘛。咁你變咗你會落嚟嗰刻嘅壓力好大嘅，加上啲人睇香港經濟哇，都係有好大件事喎，咁我唔會買噶嘛，我唔會飛身去買噶嘛。咁另一情況下，除非你跌到一個好吸引水平嘅啫，所以依個情況就係反映緊就話咧，一啲制度上嘅改變好容易令到個經濟即時係有好大的改變咯。咁依個國安法就係令到成個市場上嘅信心係低咗嘅，因為大家覺得係會令中長期香港經濟發展咧，一定係受到好大的衝擊同埋好大的逆風。但個網民即刻頭先佢話聽到，我又唔覺得個樓會跌咁勁喎，因為話大把大陸人買。咁你覺得而家大陸人仲會唔會個資金會咁樣即刻，即係好似以往咁樣流嚟買樓咧？定咧？國安法依樣嘢其實你諗下啦，如果你係大陸人將錢派喺香港，有香港唔安全嘅都會搏嚟派樓啊，係嘛？有人話國安法，你唔知咁，你當你佢只要要捉你嘅，用國安法話你同外部勢力係即係有拉楞嘅，你已經死梗啦。而家即係直接插到手落香港咯，係咪啊？咁嘅情況下變咗你本來啲資金冇安全香港，反而啲內地人都覺得唔安全，會拎啲錢走添，佢都沽埋一份啊。咁嘅情況下，佢沽埋一份咧就大件事咯。咁如果佢見到佢同即係內地人都沽咯，咁佢點會落嚟買啫？因為大家都想點解咪買香港資產啫？香港資產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香港買咧，你覺得安全？但係一個國安法説咧，唔係唔安全，但係針對上咧係針對一啲咩東西咧？就係針對一啲係你驚將來佢用依條法例嚟搞你啊嘛，咁嘅情況下就變相就會令到信心係差曬咯。咁我覺得就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樓價咧唔會係好似一啲所講嘅疫情係會令到佢好似唔係好跌 ，OK， 或者係啦。咁但係就國安法呢個直接係影響一啲專才睇香港。因為你疫情當中嘅你走唔甩㗎，我喺香港去第二度都有疫情嘅啫嘛。但係嗰塊係集中喺香港啊嘛，係專係好似鉛製你嘅東西啊嘛。咁變咗你就會有一個誘因去走咯。咁如果你又可以走嘅人，點解唔走啫？係咪？所以頭先網民都即刻話：咁係咪新一輪移民潮會真係嚟緊？同埋有冇咩啲 advice 政策，即係俾佢哋有啲咩 advice？ 要睇佢嗰個內容啦。但如果只係睇佢啲大題咧，其實會令到好多人驚嘅，因為驚嘅意思係驚我將來香港環境個政局改變啦，個警權繼續擴大啦嚇，咁嘅執法問題啦，咁香港適唔適合繼續住落去，佢都要考慮咁啊。因為最重要就係啲專才或有錢人，佢個流動性高啊嘛，佢要走就走噶啦，係咪啊？咁喺情況下，你就會覺得就係會相信會有一浪嘅移民潮出現嘅，因為已經見咗三樣嘢喺啦。響時，第一樣嘢就係社運，上年；第二樣嘢就係疫情；第三樣就係我哋所講嘅國安法。依三樣一爆發咧，依一個國安法其實就係一個所講嘅最後一個衝擊，我覺得個移民潮會嚟。你身邊會唔會都其實你哋好多即係專才？我朋友講咗啦，就而家冇國安法都想走啦，而家個國安法更加加強佢信心會走。啊，嗰啲全部係精英嚟嘅，佢哋話冇意思留喺香港。由佢演繹二十二條，佢已經做得好緊要啦。跟住就一個國安法嚟到，根本你都冇乜，因為對專才嚟講，言論空間係一定要保持啊嘛。話佢哋嘅流動性高啊嘛，佢哋走啊嘛。咁咩情況？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就話咧，今次走嘅人咧。就唔係一啲所講普通家庭，係一啲專業人士，會流失。咁你專業人士一流失咧，
咁你金融中心點頂啫？你係冇可能維持個金融中心。如果冇咗金融中心咧，香港亦係個賺錢能力咧係降低好緊要咯。所以香港中長經濟咧，其實喺呢個情況下咧，唔會太好。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咧，美國可能會喐手對付香港。但佢都係諗住對付中國，但係香港變咗一個咩代罪羔羊咯。頭先你都有講啊，美國即係如果即係佢冇咗我哋，即係到時我哋冇一個香港特殊地位，其實亦都影響好大啊。頭先你講。你睇翻香港個情況就係話，我不嬲都係一個好獨特嘅城市，有高度自治。咁美國都成日講話，如果一旦高度自治係失去咗，佢就唔會當香港係一個特別城市，只係一個好似內地城市咁咯。咁依樣嘢我哋覺得佢美國政府會做，會利用一個所講嘅民主及人權法案嗰個東西啦，可能取消香港嗰個特殊優惠地位啊，或者係甚至係制裁香港嗰啲官員啊，或者係我哋香港呢個兩辦嘅嘢啊，咁變咗咧，我哋依啲香港會好亂咯。一旦係依啲正面交鋒，係咪啊？咁但係最慘就係香港已經係失去咗特色啦。因為一國兩制成日都覺得係喺兩制當中，香港擁有一個高度自治權啫嘛。咁而家似乎就話，我就擺咗嘢入嚟啦，直接講俾你聽點做啦。咁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睇到疫情啊，嗰、那個譬如上年嗰個社運啊嚇、政府根本都冇曬權，林鄭政府都冇曬，冇個操作唔係佢嘅，差唔多俾人感覺。所以我覺得就依件事其實都力重創香港噶啦，依樣嘢就大家都即係其實個信心都好，即係覺得好悲觀睇香港前景啦。譬如嗰三個大，上次你頭先你話嗰、那個即係嗰場運動啦、疫症啦，到今次講法，邊對嗰個經濟邊個重影響？我諗嗱，你睇到嘅，你個社運咧，即、就、係、是、拉低嘅經濟增長咧，即係3% 度。但係一到個疫情咧就緊要啦，因為過怕死 ，OK， 同埋咁一定係大嘅。咁但係依個咧都會大嘅，但係不如果用經濟增長嘅影響力就不及嗰個疫情。但係問題就係因為佢積聚咗大扎嘅負面因素上算嘛，就係、是、社運、疫情，如果加埋依樣嘢，依樣嘢其實獨立嚟睇都好大嘅 ，OK， 可以引發我成日覺得依樣嘢會引發經濟危機嘅。咁單獨已經經濟危機，咁前邊已經係有好多嘢已經中曬毒噶啦嘛，其實已經係毒上加毒，香港即係中毒已深噶啦。咁你整多劑呢啲咁嘅所講砒霜俾我食嘅咧，其實都要夠咧，翻得好難啦。咁要聽你講個港股應該唔止跌，今日千祈。咁又仲我諗去到下個禮拜五都仍然受有個沽壓嘅，尤其是因為翻嚟佢如果佢仍然企硬嘅，美國同埋有個反應嘅，同埋你歐盟同埋英國有好大反應嘅，咁就會好弊嘅啦。因為你正因為你阿公阿爺講一啲嘢出嚟，佢改唔到噶啦嘛，係咪啊？咁就但係你就對方出邊佢係低估咗。國際嗰個反響咧，咁就回響咧，咁就變咗個戰場打喺香港嘛，一定係寫死香港人嘅。但咧就無奈地咧，我哋一個代罪羔羊啦。但係問題就話，依個國際關係係演變成咁咧，就冇得避免嘅，因為美國係一決定係即係要將中國武器打翻落去。咁但係美國所以透過香港好多嘢咧，美國要做，所以對中國直接打壓就好強啊！就話例如唔俾美金香港都得嘅，咁唔俾美金香港，你哋中國攞唔到外匯咯，係咪啊？有80%外匯嚟自香港啊嘛，咁你變咗就好弊噶啦。嗰時中國咧個經濟會因為依壇嘢會受拖累嘅，唔係咁容易解決嘅。好多人頭先你話好多人想移民，但亦都好多市民，即係我諗幾百萬裡面真係得可以走嘅，真係好少。咁如果我哋真要留喺度，其實我哋嗰個資產配置係咪而家都要快啲自己重整一下？即係香港嘅資產少啲啊，或者個唔同嘅唔同嘅投資類別，可唔可以講一講俾我？嗱，如果講資產配置，緊要就係揸住流動性咯。即係流動性，揸住流動性，即係揸現金。樓咧，若冇咧，就唔使咁快賣，睇佢跌幾多。OK， 股票咧高位咧就走咗佢，
套一現先。就算話啊、哦，我突然間下個禮拜五突然間冇乜事嘅，咁我相信唔會啊嚇。但係神奇地冇事嘅，咪等佢彈咯。因為依件事一旦冇咗，更加好啦，係嘛？即係冇咗不明因素，佢會搞依啲咁嘅法律啦。咁但係問題就話、是、個沽壓就會來自一啲所講嘅大家對經濟冇信心。咁我覺得而家套現係啱嘅，因為相對就算股票點跌，而家都係23,000-24,000點啫嘛。咁樓就冇買住啦。但我會感覺有些人會訂樓出嚟，會 cut loss 噶啦，或者係叫做即係大減價啦，希望盡量套現攞錢走咯。但我都覺得係而家盡量增加流動性，增加 cash 係最好嘅，因為起碼有咩冬瓜豆腐你可以走。但係揸長樓，cash 咧揸聽唔到 ？cash 揸乜嘢咧？cash 就揸加港元啦，港元先又唔係咁快冧嘅，但係問題就係睇到佢突然間再轉弱咧，你就應該轉美金啦。就唔好等到佢有資金流走先轉美金，等個邊個慢就邊個蝕底嘅啫嘛，呢樣嘢。但係就即係講完都冇乜太大問題，但係要睇到個趨勢，如果再跌係由7.6啊跌到7.8啊咁嘅東西，其實已經 cross 嗰、那個、那個穿咗條線咧，就係開始轉弱咧，咁就應該咧就係、是轉美金啦。但係而家港紙流動性都 OK 嘅，冇太大問題。咁可唔可以講埋，即係嚟到中國經濟個睇法中國經濟今日年其實都唔講，係啊，中國經濟其實充滿不明朗因素。但係如果一旦呢啲咁嘅國安法嚟到咧，我相信中國入邊佢係可能低估咗依樣嘢嘅影響嘅，因為最主要一樣嘢就係、是香港係中國對外唯一嘅金融窗口，美國就知道依個弱點。最好你中概股翻翻嚟香港添，一次過刪咗你香港，咁咪一網打盡咯。咁如果假設你香港係冇金融中心地位，啲錢走咗，咁你喺香港攞唔到外匯，因為甚至佢可以封殺你美金，咁中國就大件事啦。因為中國而家面對咩咧？失業率急升，要穩定經濟，但係都穩定下來咧，就其實好大問題，因為個疫情係好難控制。咁喺呢個情況下，加上而家突然間整個國安法咧，有機會令到你完全攞唔到美金，點有八至九成嘅外匯係透過香港攞嘅，喺香港攞到嘅。咁而家問題就話有機會係美國以美金嘅招嚟殺追殺北京噶啦。咁喺呢個情況下，我就擔心就話咧，佢國安法諗得嗰個負面影響太嗰、那個後遺症太少。可能可以隨時失去咗香港，冇咗個金融窗口，令到整個中國係好難攞到外匯。咁全世界嘅有 99% 個交易咧，係以美金為主嘅。你冇美金點交易啫？唔通以物換運咩？你咪同俄羅斯同伊朗換咯嚇。但係你同其他西方大國你做唔到啦嘛。咁我覺得有啲嘢佢哋可能睇。輕咗呢個 effect 咯，咁我覺得就有機會出現一啲佢即係我叫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啦，即係難以估計後果啦。咁到時候你面對咧就好難解決啦。但佢冇諗過呢樣嘢，佢明知即一講出嚟，其實對個香港個震撼。但係佢覺得佢覺得啲美國只係講咯，唔會用好大力度個匯價即係快嚟打翻轉頭咯。咁呢個世界佢哋嘅思維就咁噶啦嘛，即係總之我拋你盡。做咗去，咁到時候我唔知發生咩事，但係到你諗過原來依件事發生咗嘅，其實你再解決就好難嘅。但係問題就係依去到階段，我覺得佢哋係受到大壓力咯。咁覺得係香港真係亂殺大浪喺我眼中嘅，咁一定要要加強管治，咁令到內地係穩定嘅。咁但係問題就話你內地又唔穩定，可能因為個收入上升啫，係咪啊？咁好多嘢佢考慮，但係問題就話我覺得佢唔係唔知。但佢唔知道會變得咁嚴重，佢始終覺得係佢哋內地市場大，好多國家要靠佢哋買嘢，所以佢覺得就算你做到盡咧，你都唔會令到我真係冇美金啩。但係我諗佢低估咗美國啦。美國知道中國死穴就係美金，一旦係收你美金咧，你就好難生存噶啦。所以咁即係而家我哋即係暫時就係要現金，即係保持住嗰個流通性嗰樣嘢，係啊，冇錯啦，揸住現金要走幾時走得啊嘛，咁要買嘢幾時買得啊嘛，如果佢話下個禮拜五哦唔做啦，我算啦，咁個市反彈咁，你拎啲現金去買嘢咯，係咪啊？即係依啲嘢揸住現金最好，因為不明因素太大咧，揸現金咪最好。明白，好多謝曬關小姐，唔該曬你，